这是大早晨6点多钟，大家在这买菜呢。一大早，大家排队在这买早点了。早点部吃早点的人们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早晨不到6点钟的时候，就听到了外边那个大喇叭叫了，就是下面做核酸去。不一会儿呢，社区工作人员又开始那个敲门来了，我这马上就下来了。现在才刚6点多，早晨的6点多钟，现在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啊！大家看一下，等待做核酸了。我做完核酸了，也买完菜了，回家了。我在做核酸之前哈，我在我们这周边转了一圈，你看看早点部啊，卖菜的呀，排大队了哈，还正常的这个生活。然后做核酸呢也特别有秩序哈，一会儿就做完了。现在还不到7点了，我从楼下买的水果，买的蔬菜，我一会儿呢做个早点吧。今天不在外面。现在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哈，你看全国各省市啊不一样这状态。我们天津本来就是说前一段都动态清零了，昨天发现了就是说有一例，这有一例呢哈，我们那个全市就做这个核酸检测，全员核酸检测。你说要是没有天津市的这种那个就是雷厉风行的这种速度哈，你说我能坐在屋里哈，想吃嘛吃嘛。然后还想跟朋友约会就约会去哈，跟姐几个出去吃个饭去，有这事儿吗？那就要是真是没有这种速度，没准我们就像某些城市一样，也在屋里关禁闭了，就在家里隔离了，买菜也不方便了，是还说上外面过坡去，在窗户上望望就得了哈。所以现在我就是啊，说吃这早点，我吃着馒头片我心里都高兴。为什么呢？感恩呢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感恩。我记得是1月8号，天津那个出现了疫情，1月9号开始就连续好几天的那个核酸检测，那可是真金白银往里砸呀，是吧？就这样似的才能做到了，很快做到了那个动态清零，我们才
三八妇女节呀，什么五一国际劳动节呀，我们都能出去跟朋友们吃个饭，聊个天儿，然后该买菜买菜，该举办婚礼举办婚礼。前两天那个，我朋友家的孩子举办婚礼，最打动我的不是主持人的什么幽默呀、风趣儿啊，不是这些，也不是他的煽情。应该首先感谢的，奋斗在一线上的这个抗疫英雄们。哇！没有他们的奉献，咱就没有今天这场婚礼。就是前两天发那视频嘛，然后好多的网友，全国各地的网友说：“哎呦，你们天津还能办婚礼呀？”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最普通最普通的一个老百姓。老百姓不说大话，不说空话，不说套话。就说实话，在这个防疫这个问题上，我就给我们天津挑大拇哥。有了我们天津的这一套的管理，这套的速度哈，你看我们生活的特别的平平静静的，那边严着，这边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，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。你看那早点部天天的络绎不绝的在那吃早点，我还是说那句话。我就是感恩呐，真的发自内心的感恩。刚才我在那排队做那核酸检测的时候，我后边急匆匆的跑来一个大姐，跑来以后跟她丈夫说，她丈夫给她排队了，说："哎，你说什么人没有啊？我走在路上有一个人就说了啊，你说天津才发现了一例，然后就值当的全员核酸检测嘛，真是多余。"后来这大姐就说："你说这人说话气人不气人？"后来周边人就说："哎，真是骂人都有。"我就说了，你说这样的人啊，你给他一万个好，他也能从里挑出不好来。一句话就是不知足不感恩。你没有看到，咱们天津在全国来说，在疫情防疫这方面做得有多么好吗？你不知道表扬我们天津，你还就是你，也就是让你下来做一个这个，你就说这样的话。反正我在这儿，我从来不爱啊，就说，说着别人不好，但是这种言论，我就真的从心里不赞同。我今天这早餐呢，多简单呢，就烤了点馒头片儿，我吃着都美。为什么呢？心里踏实啊，知道我再出去我也是安全的。因为天津市的领导啊，给咱消除了后顾之忧啊。你出去，你敢出去呀、啊？是不是？我在家里喝口凉水，吃个馒头片儿，我都高兴了，是不是？好了。今天我这又嘚不嘚嘚不嘚嘚不起来，没完了。今天就是想说骂说骂了，想吃骂吃骂了啊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了啊。喜欢恩娜姨的给恩娜姨长按点赞，来个强烈推荐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